两边都一样长。嗯，90度。不用到90度啊，一个 feet 而已。主要是要做它的一个三角形，然后所以做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它对着过去刚好是一个边嘛，它折过去也是一个边，可是这边长这样的时候，折过来嘛，它不会变成这样啊，所以就给它调一调，拉平。哦，对，所以这是我的正面的那个，我面对的话是这一边，所以把它调到正的时候。压一下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就会从这边翻过来的话，就是我这边啊，我这边切好之后，我就又回到 B 的位置，然后继续就稍微给它折起来之后，也是往下面折一个 B 啦，折一个 B 之后，我面对这边嘛，所以我折往下面折之后呢。从这样是一个菱形，对不对？从这个菱形中间就这样子折一半，就变成这个角。所以以此类推的话，它可以做好几个角。所以折完一个角就要压着，然后一样，这边下去，有顺序哦，一左一右要，或是右一左都可以。然后一开始一左一右，后面就要一左一右。对对对。做完就也是这样，开始后面都是一样动作，一左一右，然后折，一左一右折，这样，因为它就是一直反复这样的动作，直到它的那个这个上面吸管被你折光光了。当遇到不一样场的时候，就把它一样往那个三角形的部分，就是把它稍微折上去，然后可以维持在三角形的地方。好，这是折到最后面的样子。那个多余的头在这边。那我们这个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从这个多余的头这边。塞这个进去，塞进去，刚好哦，塞第一个，就变成这样，然后再塞下一个，就自己算，大概塞这个角，就是到后面塞完就要变成一个五角星，对，会变的。塞这个有时候要有些巧思啊，因为不是那么好塞，它就。